什么？鸟鸟居然没加倍就开抽？啊、我跟各位讲，这个单抽会直接出成太郎，因为我们是拥有黄金精神的替身使者。哇！太帅了！哇！乔斯达启动，我不等加倍啦，舅舅！不等了，不等了！怎么赌徒？我跟你讲，我们这叫做换位思考。你这个换位思考，你想想我们平常啊，就算有加倍，二奖一定都多抽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是保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不要多抽二奖嘛。然后只要我们有在保底之前出大奖，哇，超赚，懂吗？ほとんどサラダな。所以我们只要在保底之前弄出来，哦，我们都赚，然后又可以提早体验，赚。会不会抽一抽时间暂停，有一台罗多罗拉砸进鸟家？应该是不会啦。好，应该是不会。我是进来看 BOSS 的，那是不可能的代志啦。手速，不要！新做的自家哎、欸，酷！我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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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卡住了，他把我打坏了。Hello。请问这算是一种砸挖入斗吗？这什么 VIP 同行礼包？这是盘子吗？叫好美盘。哎，我有75颗石头哎，为什么？我有半单了耶。算了，我们先开抽吧。祝你跟我一样六抽两大奖，六抽两大奖，六抽。来吧，我们的第一抽免费抽。这个是月球吗？哦，我懂了，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我好想讲那个、哦，我好想讲那个，可是会有参与到爆雷耶！丑男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这么过分啦！啊、所以他每一个都会揍哎啊！我也有揍才有，有揍才有替身。所以等一下如果出现金黄色波纹几种的话，就是大乔。然后这个是哦卡 Q 音啊，卡 Q 音啊，卡 Q 音有了，我们又有一个甜甜圈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你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吗？我怎么都在抽死人？各位大哥，每人有三炷香，最后两抽送的神魔之塔，再战10年、啊！你今年一定倒，你今年一定倒！我跟你讲，你今年一定冷静。请问各位，我们要怎么抽啊？直接十抽收工？好，我就听你的，月无形。这次的精华就是十抽。快速结束，各位朋友，我的黄金精神呢，就是十抽带走。闪来野朵 ，Over！ 死逼都挖空，十抽两大奖，没有啦，两二奖啦，不是两大奖，好扯哦，还好吧。哦啊，走了！好喜欢大乔，我很喜欢大乔。那时候一开始播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有那个气势磅礴的音乐。啊、哦，我感受到黄金精神充满我的身体了。闪来野朵，魔法哆啦 A 梦，哈！是，这脚本特效也太多了吧？你抽成太郎用大乔也没有，我只是想要有个气氛嘛。如果是放大乔的，如果是放那个成太郎的音乐，会很像要出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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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いや、それは別の役者だ。很像会出事，你懂吗？我们剩三抽哎。难道你要这个？不好哎、欸，我觉得会出事哎、欸。去给我被砸死！你先去外面给我被砸死！你去给35个十字架砸在你头上好不好？嗨耶！好了，我们去氪金。走，我们去氪金。要保底了吗？你是保底人吗 ？Yes， I am。我听起来好可悲哦。我不是欧皇吗？什么保底人？我是欧皇。Not 保底的，哎、欸，有什么好氪的吗？
这个好课吗？问就是2490，来点有建设性的意见嘛。啊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一次这么甘愿的就直接抽下去吗？啊，那就要有请我们今天的干爹 Surf Shop。我跟大家讲，今天我在回留言的时候，突然多出了这一个。Oh my god！四只小强直接超级留言1500，那我当然就是直接把它买下去啊，没有再直接演的啦，就直接来了啦。我是直接吓到，我是原地直接，我直接原地吓到，你知道吗？我别海泉龟兰安捐60块给公益团体，不要，我已经是公益了，不要再叫我捐60块给公益团体。我们要直接就是虽然时抽没有加倍啊，我是比较想要单抽，但抽慢慢来。我们就一抽一抽慢慢来。十抽有没有料？我是觉得没有，我不信你们。十抽没有料，十抽肯定没有料。搞不好这个按下去，我觉得我的手好像比错了，我比到来星星。我给你看什么叫做星星，我给你看什么叫做欧拉的语音。很像了，有很像了。波波，波波，你叫一下你朋友啊，波波。No， 波波，你不要再来了，波波。Yes， 我们这一抽会抽到吗 ？Yes， yes， yes， yes。我们这抽会抽不到吗 ？No， no， no， no。第一次看直播就要大 boss 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大 boss 啊，你猜大 boss 啊？来啦，哎，搞不好这一次我会保底2张陈太郎。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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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很会做效果，闭嘴！来啊，看特效了，各位朋友，准备聊天室起起来啊，搞得好像我抽到大奖一样。请问我需要做效果，让大家觉得我单抽就出货吗？要是不是？好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我没招、啊。什么？鸟鸟居然没加倍就开抽？我跟各位讲，这个单抽会直接出陈太郎，因为我们是拥有黄金精神的替身使者。哇啦啦啦啦啦！太帅了！哇！我会觉得我超级可悲，我会觉得我超级无敌可悲。为什么妈一个保底的人需要？难道辛苦了？不会，反正我本来就已经有打保底的打算了。